请问什么是清净心？修行时应如何啊？应如何智慧地分辨什么是清净，什么是不清净？有分别心就不清净了。清净跟不清净是一不是二，这真的有智慧了，这真的得清净。清净心是心里头没有杂念，这个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啊。为什么呢？得清净心呢，你就证果了。比开悟啊层次还要高啊，这个开悟不是大彻大悟啊，所以开悟有小悟有大悟啊，清净心的层次很高。为什么呢？清净心得到了，你的真诚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全都得到了。这个五个，一个得到，五个统统得到。啊，那是什么境界呢？啊，《华严经》里面讲，初住菩萨，化身大士啊，所以不容易啊，那不是普通人呐。啊，那我们今天讲清净心，达不到这个标准，不得已而求其次。我们净宗祖师大德告诉我们的，功夫成片就是清净心。换一句话说，心里面，啊，二六十中一天到晚，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除了阿弥陀佛之外，没有第二个念头，心清净了。啊，你的功夫到这个地方呢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。啊，可以这么说法，你想什么时候往生就什么时候往生，往生自在，生死就了了。念佛人要把这个标准呢，当作我们修学第一个大事。啊，那我也常常讲，啊，我们供养阿弥陀佛，啊，最好一生呢就供养一尊，啊，为什么？便于观想。我天天想佛，念佛，啊，想佛就想这个佛像，不换第二个。啊，个人爱好不同，那可没关系。啊，阿弥陀佛可以现无量无边身。啊，如果我们供养的佛像太多了，真的，你的心很乱。临终说哪一个阿弥陀佛来接引我？那不就有问题出来了吗？啊，天天看的是一尊佛，临终的时候决定是他来。阿弥陀佛现这个像来。你很熟悉，啊，天天想他，终于把阿弥陀佛想来了，啊，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个很重要，很重要。啊，我们过去这个在30多年前呢，啊，我们在台北啊，最初有一个道场，啊，就是。华藏佛教图书馆啊，有这么一个道场，地方不大啊，大概跟我们现在的11楼这个道场差不多大小啊。我们供养一尊阿弥陀佛像，白瓷的啊，是陆建刚老居士送来的啊，告诉我这一尊瓷像是个古董，他是从中国大陆带到台湾来的啊，看到我们有个道场啊，
献出来啊，给我们供养拜祀。那么这一尊像呢，我们看得很欢喜啊，这以后也常常到国外各地方去弘法，佛像总不能带着走，没法子带啊，瓷的很不好保管，所以我们就把它照相照出来啊，照的效果很好，现在这张照片的时候流通到全世界啊，这么多年来呢，我们就看这一尊佛像，就想这一尊佛像啊，所以比较容易实行啊。看到其他这个阿弥陀佛像，我们也非常喜欢，我们都顶礼膜拜，可是自己供养是这一尊啊。那么这种方式呢，也可以给同学们做个参考。